为扩大争取优质人才报考军校，国防部每年都会在陆海空军官校举办精英专案军校参访活动，邀请全国高中职优质青年参加，使优秀青年学子及早体验军校允文允武、树德兼备的全人教育，以及丰富多元的军校生活，激发立定从军报国的志向。活动的第一天，学子们来到陆军官校，受到校长、余上将及学生代表的热情欢迎。在听取校况简介后，随即前往教学区、校史馆，参访各科系教学内容，让他们对军校教育有初步的了解。此次活动，陆军官校特别结合军事战技训练、领导能力培养及历史文化等素材，设计动态体验闯关活动，区分基本野投、哨音传递、快速反应射击、减伤分类、支援前线及楼宇记忆等六大关卡，希望透过竞赛活动方式，使学生能亲身体验官校学生生活及训练。我想报考军校是因为爸爸他是军人，然后他自己也蛮建议我，自己我的个性就是比较适合读军校，然后我自己对军校的生活就是有向往，就从小到大就是早上起床同一个时间，然后像棉被要折好什么的，那动作要快，这种都是家里会要求的啦，因为我喜欢那种有纪律的感觉。昨天有去各个科系参观，然后有去介绍，我就对每一个科系有更多的认识，像电机系他们有那个天线实验室，就是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就是我没有想过天线也会有一个实验室，就是专门在学习这种东西，就是更深入了解他们每一个科系。像是我们对军旅生涯的描述大部分是来自于长辈，像是爷爷还有他们给我们的观念是可能军队里面是很严格，或是我最印象深刻的是洗澡的部分，它是大澡堂的形式，但是来到这里我发现它的住宿环境是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上许多，然后整个这里的科系我觉得是很丰富，然后也可以有接触到外面大学可以有的福利跟该有的教育，我觉得是没有比外面大学还要差，然后也有可以到国外游学的那个机会，像校长本人也是从国外回来的，所以我觉得藉由这个可以让我们对国外的军校有憧憬的学生也有一个努力的方向。晚间三军官校学生精心安排的精英晚会，由三军官校学生社团带来充满动感的劲歌热舞以及三军军服走秀，学子们也感受到军校生允文允武、活泼热情的一面。活动第二天上午，学子们前往海军官校，先后参访教学区、生活区、教育展示室、敦睦远航专区、校史陈展室，以及体验海军现役装备与舰船模拟仪等，深入了解官校生活与各项软硬体设施，增加学子们对军旅生活的向往。结束海军官校行程，下午学子们转往空军官校参访各系教学区、体育馆以及战机陈展介绍，并体验模拟机，借由亲身操作建立飞行原理与飞机运作方式，并在教官引导下试着稳定操控飞机，让他们对驾驭战机的飞行员更加钦佩，激发报考空军官校的意愿，展现热血情怀。因为想要挑战自己，所以报军校。然后在这三个军种里面，对海军比较熟悉，是因为爸爸的关系，就比较了解海军在干什么。而且他未来的发展的方向是我比较喜欢的方向，像是敦睦远航或者是驻外武官这些的，我都蛮有兴趣。
其实我收获最大的是它里面的课程比我想象中的更专业，就是除了那些军事方面的知识以外，就是还有他们不同科系里面的教的东西还有研究东西比我想象中的更专业一点，就没有说没有注重在教学这方面，反而是两边都很注重。比较有想要报海关这方面，因为我觉得就是他们对于那个海洋科学这方面，因为它本来就是我的兴趣嘛，就是如果要读军校这方面的话，会让我更加了解里面的生活，还有他们这些科系所要做的什么事情。就是对空军的印象更好，因为我觉得他们的设备都很齐全，有那种体育场举重室的那种配备也都很好，感觉学习环境很不错。近年来，国防部为招募有志青年学子从军，透过多元的宣传管道，持续办理各项招募宣导与全民国防教育活动，让优秀青年对从军更具体的了解。期盼未来有更多青年学子将军校视为心中的第一志向，加入保国为民的行列，以提升国军整体素质，强化整体国军战力。